中华官员赖清德接到民众通报，在河北甘蔗里有一户三家弟仔共同生活六十家庭，厝内底环境是真无好，两兄弟仔干来当铺报纸、纸板困伫涂骹。河北爱心家具行的头家毕哥听到消息是真唔甘，提供全新的眠床组、三独顶家具，而且佫免费交付安枕，协助改善三家弟仔的生活环境。长期关怀社会弱势关怀员赖清美，因为服务处接到定情案件，表示河北甘蔗里有一户三个家弟仔共同生活的弱势家庭，生活环境非常的歹，连眠床都无，只当铺报纸、纸板困伫个涂骹。咱吼有咱的代表吼，啊，搁要参选里长的人吼通报吼，咱才知讲吼，咱甘蔗这只有一个姓吴的家弟仔吼。长期以来吼，生活拢非常的辛苦吼，甚至那个两兄弟啊，搁困伫涂骹，连眠床都无啦吼。啊，姐姐吼，因为行动也不方便吼，住的所在嘛非常的垃圾啦。啊，咱今日有请咱的社会处来到关心，啊，搁而且有请八大的毕哥吼，那上一个眠床啊，搁加固。关于员赖清美会同爱心人士、关护社会处的社工等人到现场来协助摒扫环境，因为河北在地爱心家具行要送床组、三桌啊等家具来给因。听到咱赖议员咧甲咱吼告知讲，有一个人讲伫种冬天的冬之下。讲连眠床都无，拢困伫涂骹。啊，咱就落去原来讲，吼，看咱这边有能力通甲斗相共者无？啊，咱就听到过来观察到，吼，对着讲咱贤哥，吼，咱个代表，啊，来到遮当下一看，而且呢，连眠床都无，吼，啊，咱就决定讲，吼，啊，无咱就家己咧经营个，咱就甲赞助眠床、三柱甲一座椅啊。广府社会处社工指出，目前一户个案每个月有领3000多块的新账补助津贴，另外也协助中心安排新账评估、房屋修缮、规划无障碍空间等相关的申请计划。大众新闻叶宏武、何美采访报道。